Hello， 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夜晚的桑普论证，好欢迎大家，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这个桑普频道，这个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patreon youtube 看完广告和利用 superfans function 赞助支持本人的。23条立法呢就是已经在昨天三读通过啦，揀3月23号去这个实施啦，就稍微讲一下为什么要揀323啦。咁啊，琴日其實我都有同大家講過原因嘅，不過即刻同大家講下。咁啊，喺咁多嘅喧譁、眾聲喧譁之中咧，咁啊最近我睇好多 Facebook， 亦都睇一啲咧佢哋嘅貼文啦。我覺得 Francis 虛嘅呢一篇貼文咧係寫得好好，好觸動我嘅心靈。咁啊，佢而家係身處海外啦，繼續為香港嘅國際線啦去奮鬥。咁啊，佢呢篇貼文咧係寫喺通過23條之前嘅，佢就話當時咧，我可以讀俾大家聽，即係等大家了解一下咧，究竟發生緊啲咩事。而我亦都希望即係大家了解一下，今日通過之後睇到嗰班高官、嗰班議員，咩梁美芬啊、乜嘢何君瑤啊、咩陳國基啊，幾咁得戚，幾咁意氣風發，跟住搞埋曬啲百花陣，你就知道究竟搞乜鬼啊！香港已經去到一種很荒謬的境界，但處身在香港以外的我們是怎樣看呢？即你可以，如果香港以內的，你可以用一種換位思考的方式去看看我們的想法。我們離開了香港，我們真的不在香港裡面，很多東西沒辦法跟在香港人一起並肩作戰共同奮鬥，但我們有我們的身位去做事。你看 Francis 是怎樣寫，他說呢，整個城市的人都會收到新聞通知，因為他預計即即將會通過，當時是啊，預計會收到新聞通知。你抬頭望望車廂裏面的香港人，每個人都會在度讀同一條的訊息，就是23條立法通過，但沒有人出聲。李家超和鄧炳強會出來讚揚立法會的同僚，梁君彥會率領全體議員見記者，一群人笑容滿面，不講會以為他們拯救了宇宙。城內各大小團體會發表聲明，熱烈祝賀23條立法。域外的、城外的、境外勢力會紛紛發帖強烈譴責。其實這些都是原先一早大家都預計到的。以上的情景在街上隨便捉個人都可以推測得到，因為在今日這個零反對聲音的香港，這些事幾乎已經變成定律。想起上個月底，我們還是討論是否要向港府遞交意見書，現在一個月都未過，23條立法就要通過了。一個月完成公眾諮詢，幾日之後草案全文出爐。我記得1月30號去到2月28號，跟住之後呢，由這個3月8號刊憲一路去到通過，基本上是12日時間。連任7日44個鐘頭時間，審議181個條文、40個修正案，火速通過曬所有嘢。Okay? 我已經講過個原因俾大家聽噶啦，我都講過俾大家知佢哋點樣喺後面不斷咁加碼噶啦。Okay? 兩個禮拜唔夠就完成一、二讀同埋議案審議，隨即就要投票表決。香港政府嘅效率快得嚟咧，係趕得上人大嘅，因為人大人舉手機器。咁其實人大有咁快，要快嘅一個鐘就得咗啊！我想講一講就係話，香港人點解會喺呢個情況下會咁唔出聲？係咪已經死絕啦？已經玩完嚇？最近有一個叫 Pew Research Center， 係美國好知名嘅一個民意調查嘅一個研究中心啦，就係問咧好多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問香港人、台灣人：你哋對於呢一個民主啊同埋自由嘅睇法，係咪接受獨裁者咧？咁發覺到咧，好似我覺得嘅27%嘅人咧係支持獨裁噶，台灣支持獨裁得5% 啫啊。咁啊，另外支持呢一個技術官僚有幾多咧？40%+，43%嘅人支持技術官僚 technocrat。技術官僚咁支持呢一啲所謂嘅民選議員嘅比例咧，就係相對低。
台灣就支持民選議員嘅聲相對高，得十幾個 percent 咧係支持呢啲技術官僚嘅。咁啊，發覺到係咪香港已經變咗咧？啊，咁我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啦，咁我就話我講一句，佢 call 咗我呢一句，但唔 call 我其他嘅嘢嚇。佢 call 咗我一句乜嘢咧？就話誒、哎，可能有人口洗版啦，但我話人口洗版都係幾十萬，香港750萬，幾十萬上落好少。即係大概有50萬人整走咗，可能50至100萬湧入嚟，咁基本上都唔會相當大嘅比例。我講到呢度，佢 call 咗我，誒，桑普話係因為人口洗版嚇、啊，所以導致到嗰啲投票結果唔準。我後面講啲嘢佢完全唔忍喎，哇！即係離曬大譜，嗰啲先係重點啊嘛。重點係乜嘢咧？一切喺專制地方或者極權地方搞嘅民意調查係絕對唔準確嘅。點解啊嘛？個個都有冤唔敢訴嘛，唔敢講真話嘛，係咪？一個 research center send 個網路上啲嘢俾你，或者打個電話俾你，無論電話嘅、網路嘅或者咩嘅方式，第一你都驚對方係咪假扮嘅咧，或者嗰個票有冇共諜咧？第三會唔會啲人俾人勾線睇到你嘅回應咧？死魚死打死都成日誒支持獨裁。支持乜乜乜，咁你一定唔會有事啊嘛，係咪？咁呢個就係一種喺極權嘅情況之下做嘅民意調查，喺一個不自由嘅環境之下，當然俾一個不自由嘅答案俾你啦，不真實嘅答案俾你啦。呢個係所有嘅調查必須要面對嘅問題。OK， 呢個係信道嘅問題，呢個大家明白。你台灣佢做到好真實，因為大家誒、哎、想講乜想寫乜就寫乜啊嘛，但香港未必係咁嘅樣。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有啲人嘅真心覺得咧，真獨裁咧比假民主好嘅。OK， 嗱，我即係舉個例子俾大家聽，好多人你過去深圳度，禮拜六日去食嘢，五分一價錢，係、哎、好多人喺海外嘅港人就喺度鬧啦，誒、哎、啲留下嚟嘅香港人啊，結了雙胞忘了痛，做黃絲做到變曬節去深圳消費，有冇搞錯？之前你哋抗議咁多。北上嗰啲咁嘅人喺呢個地方度拖劫，而家你北上去消費有冇搞錯？你表面上可以咁樣講嘅，但我只係話你要體諒下人哋嘅心情。人哋嘅心情講緊乜嘢咧？我去深圳度嚇、啊，去到呢一個羅湖商業城嚇、啊，去到呢個福田乜乜乜嘅商咩購物中心食樣嘢，大鬧李家超，大鬧鄧炳強，大鬧葉劉何君瑤，旁邊冇人拉你啊嘛！你在香港啊，尖沙咀銅鑼灣乜都好，大鬧李家超，大鬧呢個梁君彥，大鬧立法會，大鬧葉劉，你覺得會咩後果？係覺得會有咩後果？於是乎你咪自我審查咯，唔敢講咯。好多人覺得喺深圳都敢講嘢，多過喺香港敢講嘢。呢、這個真係事實係咁啊！當然兩個都是極權，我不是叫大家說那個是民主一點，沒有這個意思，是香港人的心態這樣，即是你真獨裁都有假民主。你問我，我支持民主還是獨裁？獨裁算數，廢了特區，廢了特首，廢了行政會議，廢了立法會，全部都是由人大政協決定。喂，分分鐘還好過由這班狗奴才收你每個月的人工，每個人30多、40多萬、那些這樣的 PK，即鄧 PK 收嘅錢，民脂民膏，石鼠石鼠，無食我薯，全部都是一班貪官污吏、藏污納垢，係咪？整嗰啲窮光蛋嚇，整、啊、啲日夜刀奔分、隔劍，搞乜叉咧喺度？而家仲整埋曬觀塘海濱公園啲白花，哇！即係揸油咩？白花油，白花係送殯嘅大佬。好啦，你話唔好講送殯啦，有人又話花語係講緊沉默，跟住話誒講沉默。OK， 我只係講個 common sense 啫，白花就係攞嚟送殯嘅。OK， 你咪做白事啊，一支支好似劍類嘅物體，用啲壓一嘢插落個地方度，哇！真係好鬼核突，真係好多人會覺得去睇嘅，咪當為香港送殯咯，為香港以前嘅香港送殯咯。但我真係冇興趣睇，講起啲心噏。是不是？所以在香港現在的處境，很多人都是這樣的。那你答問題就是這樣答，獨裁，技術官僚。
貔貅嗰個貔貅嗰個研究中心問你中意技術官僚，抑或中意民選領袖？各位，技術官僚有好與唔好嘅，民選領袖都有好與唔好啊。技術官僚可以擺喺做呢、這個，譬如勞工做環保，係咪？定話你要擺俾佢成為領袖咧，亦都有唔同嘅。唔係所有嘅嘢都係民選嘅領袖比較好，你唔會民選個法官出嚟噶嘛？你會民選議員、民選總統，但你唔會民選法官噶嘛？係咪？因為法律法治正係保障少數嘛。法治嘅精神就係保障人權。當大部分眾以為是未必是，眾以為非未必非，真假善惡有客觀標準，就係法治，係講個秩序嘅 law and order 嘛，唔係共產黨嘅 order 嘛，係真正一個民主自由嘅 order 嘛。而呢樣嘢就係法治嘅精神啊嘛，而民主必須要包括法治，否則呢個民主變成民粹。大家知道好清楚咩叫做 populism 同埋法治嘅分別 ，OK 同民主嘅分別。好啦，香港人你點填啊？佢支持技術官僚，定話支持呢個民選領袖？你叫佢點填呢啲問題？咁你話誒、哎、香港已死，香港已死，香港係沉淪，香港係咪 dead 咧？我覺得未必。最近我就話啦，你睇翻何君堯喺度投訴，嗰啲人啤老師啤實佢，你唔啤咩啤？即係好似咧呢、這個烏蠅哥嚇、啊、做呢個旺角卡門攞個教剪又剪鼻毛，跟住之後咧一班人衝過嚟啤咩啤嗰啲，嗱呢啲咪就係話咧，佢覺得班人咧對佢係軟對抗，正係呢一點就係、是、每日生活對抗，呢一點係香港人做緊嘅，甚至好多人探緊監。寫緊信嚇、啊，旁聽師、探監師，佢哋做嘅就係痛苦受難共同體，呢啲係我哋值得尊敬嘅人嚟嘅。香港就係有呢班人繼續做，就算乜都唔做，講俾細路聽2019年嘅故事。李立峰教授做嘅調查，有八成人都係講嘅，所以我覺得係充滿樂觀希望㗎。OK， 我會認為呢樣嘢唔似八九年之後嘅中國㗎。香港呢種咁嘅希望温存到幾耐，我唔知道，但係值得好悉心咁樣培養。而我做節目，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目的係做呢樣嘢。咁有一啲咧，我唔知係嗰啲五毛啦、共產黨嘅潛伏者啦，喺度留言喺下面留言啦，不斷話：，嘿，做呢啲有咩用啊？你知唔知講我哋呢啲嘢會使到香港人更危險㗎？咁樣，即係我諗呢樣嘢你搞錯曬，係使到我哋更有希望。如果你話更有希望係更危險嘅話，咁咪值得更危險咯。但我話點燃繼續有嘅希望，唔代表等於必然等於危險。有冇將兩樣撈埋嚟講？所以有啲咁嘅五毛，有啲咁樣嘅左狗，有啲咁嘅共棍，係做埋曬啲咁嘅嘢，大家要大眼識人。你唔中意睇嘅咪唔好睇咯，冇人叫你一定睇。但我只係話温存你嘅希望俾所有嘅人間。俾我哋喺海外嘅同道繼續為呢個呼聲鼓與呼，我哋嘅戰友啊，傅湯亦都會曾發起喺台北呢、這個禮拜六咧嘅1:30開始啦，應該有2小時時間啦，就喺一個特定嘅地點啦，等佢宣佈邊個地點啦，就會做一個反23條嘅一種即係街站。我相信全球各地，無論英國、加拿大、美國等地、澳洲都係。都會有呢啲係重要嘅街站，希望大家就睇有關嘅宣佈。之後幾日如果有一啲比較統整嘅資料，我哋會再講。我哋希望喺香港以外發出一啲留下來在香港嘅人講唔到嘅聲音，而且我哋講香港即係沉淪，香港唔掂，係講俾我哋呢個國家旁邊嘅人知噶，令佢哋能夠制定政策。端正對中國和香港的切實的思維，這一點是重要。無論在政策上要不要旅遊警示，要不要制裁相關官員或者議員，要不要馬格尼茨基人權法，是不是要不要去將、香港的人資金有一個撤資撤僑的預案，要不要將他們的大使館領事館去做一個呢重新的匹配，情報搜集方面要怎樣做，跟住落嚟啦，係咪要終結對中國嘅最惠國待遇？
是不是要终止美元和港元的交易，这一系列的事其实大家在外面在做这些事。哇，那你有没有用啊？这些事都帮不到香港啦，你可以这样讲的。你说有没有用这件事呢？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用。他们落街买铜糖有什么用呢？你搭地铁翻工有什么用呢？你看我的节目又有什么用呢？如果说用这件事呢，我就不知道你的用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不是要做每样东西都要那一刻要达成个结果呢？譬如说你上天星小轮过到去对面有什么用呢？那你生存有什么用呢？你七十几、八十几、九十几、一百岁、一百一十岁都要死的啦，那又有什么用呢？是不是？那这些用的东西呢，我真的很难答你。所以我对于那些杜威啊、胡适那些所谓的实用主义呢，是真的不能认同的。OK？我重视的是真善美，不是用。Okay? 我想你用这件事是随一个特定的目标心血来潮而定义的事呢，我是觉得这件事是不是重点的所在的。Okay? 好了，现在不讲哲学先了。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要明白，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岗位要守。留下来的人其实他们是奋斗的。正如王浩明在这个幸同在监狱里面讲的，你留返喺香港，佢就王浩明就俾个 like 俾你，系咪？三五成群互相温存力量嘅就已经系抗争，就系佢一个纪录片度讲嘅说话。我希望大家都明白，香港好艰难，系咪？每个人都系刻苦，即系叫做，即系皱住眉头，或者系傻更更咁生活落去，但心里边记住嗰把尺，嗰个道德。那个公义的心，那种希望、信念、韧力，不要折堕。这个先对得住未来的一代，先对得住在狱中的囚友。你不需要对得住我，你需要对得住自己、下一代和在狱中的囚友。这个是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做到的事情。我只是在这个地方发声，我能够功能，我的功能或者我能够做的用就是在于将这个真相或者善良的一种希望延长下去。讲回许永廷这篇文章，他说这两个星期还有很多事发生，黎智英案一直在审，七一立法会案一行以十二人被判暴动罪成，坐四至六年，有朋友坐了几年终于放学，有人与世长辞，来不及见证香港光复的一日，讲的细往白了。前日仲好多其他人啦。前日喺 Fresh 度睇到有人寫呢一陣子嘅香港人坐監，睇人坐監同埋坐完監，坐監睇人坐監同埋坐完監，呢個香港人嘅黑色幽默，使人好無奈嘅現實。上星期咧就係、是、Francis 啊許永廷咧就被港府兩度點名，第二次係因為同宗教團體發起聯署，關注廿三條對宗教自由嘅威脅，中大唔知回應就話要通過廿三條立法啦。南华早报今日话咧，即当日就话咧，立法会突然恢复二读，使外国势力措手不及。咁我觉得呢个假嘅啫。咁佢的确 ，Francis 就话咧，佢自己有啲反应不过来，但我哋喺美国已经开尽马力，冇打算轻手，制裁等对应措施定必陆续有嚟。我哋等多几日啦。CFHK 同埋 HDC 正在即系喺度做紧好多样嘢。咁我諗有啲嘢要低調咁去做啦。咁等佢哋即係成事之後呢，我哋睇一睇有啲乜嘢嘅新嘅反制嘅措施啦。咁有朋友呢，本嚟今日就當日放個禮拜假都被迫工作。咁啊 ,Francis 就笑言呢，呢幾年大家都應該都發現，每當有人放假總會有事發生。對抗極權就係咁樣嘅，佢哋從不怠慢，實要榨乾反對者嘅精力等你放棄。但冇紧要，至少我哋唔系孤身作战，反正一切已经成案，你要加速，本人乐意奉陪，来吧。咁呢个就系佢嘅文章，言简意赅，非常非常清楚嘅一篇干脆嘅一篇文章咯。咁我哋睇翻，即系喺香港嚟讲，即系呢班高官依然系依牙松降吓，非常即系非常咧落力咁样样咧，去咧即系讲尽一啲咧风凉说话。咁啊，佢哋眉开眼笑嘅，之前咧紧张啊，因为要完成习近平嘅嘢啊嘛，紧张完啦，剔咗个 box 啦，习近平开心啦，佢就开始咧，
哇，牙文牙武啦啊！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就今日朝早參觀香港花卉展覽，話好有信心嚇，睇完花啊，就好有信心就發花癲啊！好有信心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之後咧，香港嘅未來就應該好似呢度啲花卉咁一樣，開得咁燦爛噶啦。係啊，應該好似呢度啲花卉一樣，亦都好快凋謝得咁快嘅啊！咁佢批評咧，美國西方國家咧抹黑立法，特區政府必定全力反駁，指出事實真相。佢話香港嘅前途就好似今日嘅花卉一樣，非常之燦爛噶啦。我相信以後特區政府會集中去做多啲點樣改善經濟，最緊要係點樣改善民生，讓我哋老百姓生活得開開心心，令香港成為一個宜居嘅地方。收檔啦 ，OK， 即係已經冇自由嘅地方，你冇人嘅自由、資訊嘅自由、錢嘅自由，點尤其資訊嘅自由，你冇發表同埋傳遞資訊嘅自由，乜嘢都係國家秘密，咩都係間諜，咩嘅干預咁啊！呢個只係第二階段，未來之後話封關斷網陸續有嚟，香港沒有最黑暗，只有更黑暗。OK， 我諗呢個唔係香港歷史上最黑暗嘅一日，係之後仲會有再黑暗嘅一日啊！我只係話香港真係要頂住呢一個咧，話定到而家已經凍到落咧-20°C啦，可能繼續凍落去嘅。咁香港人要保重，積谷防饑，能夠慳得就慳。OK， 即係經濟。我唔見有起色嘅情況啦，咁啊，另外你會睇到咧，即係陳國基就不斷喺度鬧美國，就話其實呢啲國家本身都有保護國家安全啲一啲嘅條例，點解佢可以保護佢國家嘅安全，香港唔可以咧？我再講多次，佢哋保障嘅係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嘅制度，香港保障嘅係一種中國殖民下嘅獨裁、專政、扭曲、腐敗同埋完全封閉嘅制度，咁佢嘅國家就係咁嘅國家，香港就係咁樣嘅國家，點解要保障呢個國家？你用法律去保障呢啲國家，就係韓非子相養，你就係法家思想，你就大清律例 ，OK？ 你就係基本上搞緊一堆自己保護一個帝國，一個咧完全係專制獨裁國家。而個國家只係得一個黨、一個人、一個領袖值得保護，其他人都要犧牲嘅。喺民主國家要保障嘅係每個人公民嘅平等嘅人權，點可以相提並論呢？咁你話除咗呢樣嘢之外，做乜嘢？人哋保護嘅其實係用緊嘅所有嘅方式都係 due process。香港有冇 due process 咧？你連一個立法會都係假噶啦。佢唔係真喺一個假選舉之下產生嘅立法會，導致呢個咁樣嘅結果嘛？而呢樣嘢只不過門面，係咪？所以我啱啱講嘅香港人話，不如你唔好搞呢啲嘢，不如習近平直接指揮仲好過，係咪？冤有頭債有主嘛，而家揾呢啲人嚟推卸責任啫嘛，即係推卸責任用啊嘛，呢、這個就係佢哋嘅秘訣啦，係咪？希特拉都唔會啦，希特拉孭曬上嘅 Führer 啊，即係領袖。咁佢下面有啲咩戈培爾啊？咁你要打呢個孤宣傳啊？啊 Goebbels 啊嘛，仲有隆美爾啊，去打呢個非洲嚇、沙漠戰爭。咁、各有各嘅主張，但個個都話係希特拉話事嘅喎。OK， 但而家唔係習近平發明嘅方式就係全部就係呢班人自己搞嘅。其實大家都知道習近平搞緊嘅，不過大家都鬧呢班人算數咯。呢、這個就係推卸責任嘅一種方式。咁你香港面對咁嘅情況係點咧？忍 ，OK， 忍。陳國基認為咧，對方唔希望香港有國安法，因此先有機可乘破壞香港國安寧，重提2019年通街汽油彈，日日都示威，日日都打交。點解嗰時佢哋唔出嚟話影響人權、影響個人權利呢？是因為當時候你強姦共產黨強姦緊香港人啊嘛，逃犯條例要送終，隨時啲人唔見啊嘛，跟住你警暴612，跟住之後71，每次721越演越烈，你打香港人，我哋抗暴咁大佬，咁基本嘅嘢你唔講，
先后次序唔讲，就系讲，哎呀，汽油弹啊，示威啊，打交。但系点解有汽油弹，有示威，有打交？系因为你哋喺制度上强奸香港人啊嘛。我哋反抗。呢一个系即系好清楚啦吓，呢个就系佢嘅谂法啦。另外咧，何君尧咧就讲出咗23条，点解系23号立啦？佢嘅讲法讲啲英文出嚟啊。Auspicious day 嚇，呢個好意頭嘅一日，揀翻個23號，你 O 唔 OK 咁樣？咁跟住咁啦，如果唔係23條立法，22條立法，22號立日，22號實施咧，而家319通過，唔即刻實施，要等多幾日。即係我而家今日講呢啲咁嘅嘢，320講嘅嘢，完全冇違法，係咪？哇！咁講係咁講啫，哇！違法就違法㗎啦，係咪？所以世界上任佢噏嘅。咁點解揀個23號？原來好意頭喎，好意頭啊！咁啊，好有趣嘅。咁你揀翻個23號，咁咪揀6月4號比較好意頭啲，可能好意頭啲喎，真係係咪？不如揀11啊，笨！點解你唔揀11咧？國家生日啊，唔好意頭咩？嚇，71黨慶建軍節，啊81建軍節，71啊黨慶，11啊呢個乜鬼國慶啊？佢個國他的國慶。喂，点解你唔揀嗰啲日子，要揀23号呢？23条嘛，啲求神问卜啊，黄大仙啊，车公庙啊，莫名其妙啊，呢班人係去到一种荒谬嘅境界啦。咁本身係律师嘅何君尧啊，律师啊，佢认为呢，寻日係香港嘅分水岭，终于完成履行国家给予嘅宪制责任，清晰界定，冇清晰喎，係界定咗，有啲冇界定到。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稍後將會集中推廣教育工作，大家知道軌跡點行，就唔會出軌。由今日開始，啲嘢清晰好多，就係專政獨裁。佢話係就係，我講過啦。法官必須尊重及執行特區國安委嘅決定。講完 ，OK。咁啊，對於立法喺禮拜六先至生效咧，本身係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嘅梁美芬。就提醒，其實仍然好多人以為咧，我哋呢一個國安條例冇通過，咁好多嘢就做得。大家知道唔係，我哋有國家憲法、有基本法同現時好多法例。佢話鬧好多人都係都誤導，喺2019年咧所做嘅事唔違法，其實係唔係嘅。而家呢一次23條立法係件好事，將真係唔得，將一國兩制社會同法律唔容許寫得好清楚啲乜嘢。咁佢話呢，23條立法可以發揮預防作用、教育作用，要大家珍惜保障財產。佢話佢自己喺城大法律學院任教，每年都對學生話23條係件好嘢，國家嘅初心係好嘅。等咗26年，政府同立法會交出咁嘅成績，我係滿意嘅。咁話哇，跟住就話呢，佢琴日上堂嘅時候已經將條例草案俾學生去傳閱嚇，你傳閱睇表情係咪好開心咧？嗱，呢個史坦尼夫斯基咁樣嘅呢一個由愛而內，再由內而外嘅，當你攞到嗰份梁美芬教授俾你睇嘅23條立法，你一睇，咁咧就你一定高分嘅啊！咁如果你一睇咗之後咧，就睇到。嗱，呢啲咧就一定咧拉得嘅，你證明你冇誠意啦，即係證明你唔夠認真咯，係咪？所以分數係咁樣打咯，嚇幾好玩嚇。佢話23條咧，比2003年嘅草案咧更新咗好多，係因為世界變咗，係啊，世界變咗。其實世界冇變到，共產黨一直都係咁嘅。你覺得當年立咗基本法23條之後？你覺得當年立咗基本法23條之後，我哋唔會今日咁嘅下場嗎？係更早會有今日咁嘅下場。立咗23條之後咧，就會層層加碼啦，層層加碼落去。當時嘅23條就話咩叫叛國拉人，拉人封艇。你唔服嘅話，就當時即刻會有衝突，係因為當時擋住咗，之後共產黨要拖。要滲，要統戰，
自由行、高鐵，搞一大堆嘢，係拖住 buy time。我成日話啦，香港十二條就係中英聯合聲明啦，同西藏嘅17条，其實每樣嘢都係當時我簽咗之後，即係實施咗之後，基本法實施1997年啦，咁啊1951年開始有呢個西藏17条啦，一路去到真係個鎮壓，喂真係個露出青面獠牙，大概係6至7年時間，西藏去到1959年全力鎮壓，殺好多人。大喇嘛要 去印度達蘭薩拉，香港由97年一路去到2003年搞23年立法，但點知失敗，失敗之後再拖了10多年，去到現在鎮壓。其實呢，你問我呢，即係香港人是超額完成，後來的本土主義的興起是正確的，而這件事的情況如果早些出現，會不會有不同的效果呢？我真的沒有水晶球答不到給你聽，但我大概是很難。重點不是泛民與本土的分別，而是在於實力。當你沒有軍隊，當你沒有真正的實力在這裡跟共產黨抗衡，其實很難。一切的問題是在於國際局勢，這個時勢的變化。但我經常說，方展博在大時代第40集抽到隻煙就是煙，有時候運氣的東西就很難說。香港欠一些運，我們的運氣可能在70、80年代用得很緊要，當時候我們識福也好，不識福也好，這個運都會過的。過之後會不會有另一個大運會出現呢？可能會，但未必是那麼快。所以這段時間能夠促成個運氣出現的，就是你堅持不放棄，就好像方展博在大時代一樣，堅持不放棄，不要做隻死魚咁樣瞓喺天橋底。OK， 呢樣嘢係緊要。好啦，我哋下一節再講其他議題。